哎，这假的，真不敢相信啊。哎呦，今天怎么这么多人聊天呢？哎，为什么我们回来玩就突然变这么多人在聊？昨天欢子没有讲过，代表这一颗头也没有讲了。唉，真假的？原来如此。好，我们先看一下落月法官哈。可以吗？我们主线居然没有卡的情况下，我就不客气了。呆魔炮跑去哪里？对，谁是呆魔？哎，他跟谁讲话？发重点是，如果他们在说我的话啊，呆魔是你哦，傻眼，我以为他们在说我嘞。等一下，我突然有点无言哎。但我接了，欸，我不要妹子对了啦，奇怪，欸，不对啊，欸，我要大小乔，我要大小乔，我生气了，我生气了。嘿嘿，等一下我又要妹子对了。要不是你加六，我才不要练你。我最喜欢听蒸狼母亲。对给啊。欸，我有紫装啊，所以装备起来合体吗？这样子吗？是不是你金币都升级他？难怪你那些制造的钱找不回来。天下临战。OK，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。有空的话，我再抽一下2800，是吗？主要是抽到再合上去，一直合上去，看你可以突到加级。看你可以突到加级。天哪，华雄也太好抽了吧！欸，真的又抽华雄了，你是故意的，是不是？我跟你讲，我真的会生气哦。太扯了吧！都已经加六了，还给我抽到一样的，太爽了！只要抽一样的是，你可以把它一直拉上去。对啊，我家的人杰，我的妹子都要被破局了。欸，可是我觉得大小乔跟真姬比的话。我会比较喜欢练大小乔。